把电站建到太空里可以吗？生活在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看到很多的科幻变为现实，比方说太空电站。今年五月，阿特拉斯五号火箭就发射了一艘神秘的航天飞机进入太空，它是隶属于美国太空军的 X37 轨道飞行器。围绕着这个飞行器的谜团其实有很多，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我们可以单独做一期。 但今天主要讲的还是它本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对太空电站展开测试。我是人生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太空电站？它要怎么建？发出来的电我们又该怎么用？它真的是解决未来能源问题的灵丹妙药吗？好，下面我们就开始了。 简单来说啊，太空电站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原本覆盖在地面上的太阳能电池板移到太空当中去，让它们在那儿收集太阳能，然后再把收集到的能量以微波或者是激光的形式传回到地球，最终呢，从地面上的接收装置里面把电能给输送出来。听起来并不复杂，对吧？所以这个概念自然出现的也是非常的早，早在一九四一年就由艾萨克·阿西莫夫写进了自己的一个短篇科幻小说里面。顺便说一句啊，是阿西。 莫夫就是那个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的阿西莫夫了。然后到了一九六八年，美国航空工程师彼得格拉瑟更是把这个概念上升为专利。 卫星太阳能发电系统真的早就不是一个天马行空的科幻，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工程技术了。为什么我们要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天上去呢？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地面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只能在白天工作，还得要在白天且天气晴朗的时候才能有效工作。第二个原因是，即便是在大晴天，我们的大气层也会将三分之一的太阳能阻挡在地球之外。虽然太阳非常殷勤的每秒钟为我们送来十七点三亿亿瓦的能量，但是 实际被我们利用的却少之又少，但如果把太阳能电池板换到太空当中去，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估计显示啊，同样一块太阳能电池板，要是把它放上太空，它的效率将会达到地面上的四十倍，是不是很诱人啊？的确啊，你看技术可行，收益明显，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早点把它付诸实践呢？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有专利了呀，要是早点用上，我们现在还用担心海平面上升吗？好吧，我要话锋一转了，尽管潜力巨大。 但是，太空电站想要实现起来也是困难重重，也有两个主要的原因：成本和效率。 首先，制造和发射用于收集太阳能的巨型卫星的成本非常的高。粗略估计啊，为一座城市供电的太阳能电站的造价将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其次，我们目前还无法彻底解决能量回传的问题。还记得刚才我说过的两种回传方式吗？微波和激光，它们各有各的优势和麻烦。使用特定频率的微波回传能量时，好处是它不会被大气吸收，于是就可以把太空电站放在距离地球表面三万五千八百公里处的地球同步。 轨道上，在这儿它几乎可以一直被阳光照射，而且始终停留在地球同一地点的上空，只需要在对应的下方地面上建一个接收站就可以了。但坏处就是这个接收站的面积将会十分巨大，因为微波随着传输距离的增加会发散，到了地面上呢，它散开的直径可能已经高达数公里了。建这样一个与之匹配的接收站，将会面临社会和经济两方面的挑战。 那用激光呢？好处自然是它不会发闪，传输同样的能量，地面上的接收装置可能只需要直径有个十几米就够了。但坏处是它会被大气吸收，为了少损失一点，你就不能把它建得太高，只能选择距离地球几百公里的低地球轨道了。好了，先不说在这儿它有多少时间，真的是完全笼罩在日光当中。最大的麻烦是为了维持轨道高度不掉下来，它的运行速度将会非常的快，快过了地球自转的速度，意味着它是不会停留在同一地点上。 空的，于是相应的地面的接收站就不能只有一个，而是沿着太空电站运行的轨道有很多个了啊、嗯！现在你不光要考虑社会和经济因素了，还要考虑国际政治因素了，越来越复杂了。那么说到最后，太空电站看起来还真的只能停留在科幻小说里面喽。 不见得哦，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成本和效率难题似乎都有了解决的方向。先来看成本啊，发射成本不用我说了，SpaceX 已经用他们的可回收火箭将它降低了很多，而且肯定还有空间。制造成本，再来看效率，为什么我们非要把太空电站生产出来的电送回到地面上用呢？在空中用它就不香吗？比方说我们现在的碳排放大户航空业，想要从烧油换成用电，最大的卡点在哪儿呢？ 电池，因为能量密度远小于化石燃料，所以一旦背着电池上天，飞机想要把自己送往远方都有点困难，更不要说加上乘客和货物了。那不用电池，直接接电线成不成？用太空电站的激光直接给它送电，可以吗？ 哎，这好像还是一个很好的应用场景哦。尽管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从技术角度来看却并非脱离现实。早在2003年，NASA 的工程师就用10千瓦的激光来为一架装着太阳能电池板的模型飞机供过电了。2008年，工程师们更是实验了用激光将20瓦的能量准确地送到150公里外的接收器上。当太空电站生产出来的电能够被直接用在这些每天穿梭于地球上空的数万架飞机上时，我们所担心的能源和环。 环境问题不是也已经解决了一部分了吗？当然，你还能想到哪些应用？不妨留言来讨论一下。另外，如果非要发送到表面上用月球的表面。 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为人类的月球基地供电也很香。为什么呢？首先，从地球背电池上去肯定是不现实的，那点紧巴巴的发射载荷怎么能浪费在低效又笨重的电池上面呢？其次，在月球表面建太阳能电站也不太现实，因为月球被地球潮汐锁定，自转下来差不多要一个月，意味着电站有两个星期是处在黑夜中无法工作的，这怎么行？最后，月球没有大气层，所以激光是不会被吸收的，太空电站的效率将会得到极大的。 发挥，所以现在啊，包括美国宇航局、日本宇航局以及我们国家的航天机构，都在对太空电站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它上天的日子啊，恐怕是不会远了。我们就一起期待科幻再一次变成现实的时刻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